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出席这个以较真稍长的军事礼拜。我们会邀请那些基督徒和非信徒，我们可以一起的金钱来，我们坐在前面啊，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军事礼拜。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且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些经文是出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十五到第十七节，还有第二十七节。那我们翻开第一首诗歌《奇异恩典》，第一首《奇异恩典》。Oh,
恩典的来源。那我们这个信靠神，我们也不断的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恩典。那我们翻开第二首诗歌第十四首，永恒的答问。第十首，永恒的答问。我将我唱，赞美我唱。
谢神赐给我们这幸福，赐给我们生，可以依靠你。就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耶稣是气所。下气是有。我们现在再看看第47首。牵柔的手。我们可以用47 47 47首 47 Yeah Yeah 我们可以用福建话的信心、能力和保守，如同圣经诗篇第46篇第一节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伟大的校长一生待人诚恳有礼和蔼可亲，
热心爱主、温柔谦卑的心怀，顺着弟兄姐妹的爱戴，也求主安慰琼恩姐和她的儿女孙子们，能尽快从这悲痛中振作起来。因为诗篇第138篇第3节说：“我过去的日子，主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主你是耶和华拉法，主必医治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和家属。”我们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接着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到26节。约翰福音第11章25到26节。第25节怎么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圣经就读到这里，请福丁康牧师跟我们分享。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亲友们，谢谢你们的关怀，亲友们平安。今晚我们在这里是思念我们所敬爱的余兆珍校长，他一生贡献给教育界，真是看到刚才的花圈啊，他真是桃李满天下。虽然余校长离去，我们心中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和组内的牧师们都非常的难过，但我们不要太伤心，因为余兆珍校长他相信的这位主耶稣成为他一生一世那个优质的信念，优质的信念贡献给教会，也贡献给教育界。所以求主安慰余兆珍夫人还有他们的儿女们，全家都得着安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活泼的生命不是死了就完，而是回到天家。启示录形容这一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我们所敬爱的余兆珍校长，我们以后走完世界的道路，我们会在那边与他再次相见，与他再次相见。所以亲友们、弟兄姐妹们，圣经带来美好的信息，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人生活泼的盼望。你有盼望吗？今年我75岁了，好像时间不多了。马蒂有人对他说：“哎，再过3年，你来做首相啊。”他说：“不知道3年我还在吗？过了3年我还在吗？”我感谢主，我没有三高，应该比马哈爹还要长寿啊，所以我还要继续做主的工。现在在北部做宣教，和吴师母一同在那边做宣教。人一直寻求生，但是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来到终点，
秦始皇为了找长生不老药，派60个童男60个童女去日本找长生不老药，结果秦始皇今天没了。世界的伟人毛泽东、孔子也是当时候的名人，但是现在也没了。今天跟你讲话的吴定康25年后可能也没了，那你准备了没有？到底没就是没吗？我有4个字我常常去体验哈、生老病死。生我们很喜欢，孩子吃生满月红鸡蛋啊，哇，很高兴，恭喜恭喜。生活这个过程，如果有一天你到75岁的时候，你怎么样？我2月5号是我的生日，啊，就刚刚好75岁了。2月5号啊，要来了哈。那当年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生哇，24岁我读神学，啊，今年74岁，再过10天75岁了哈。哇，时间很快，一下子就没了。最后生的后面3个字来了，老病死，老病死，你就想啊。所以我读一段圣经你就知道那个日子是真实的。诗篇90篇第12节怎么说？诗篇90篇第12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要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最后这一句话里面你听到吗？大家都不喜欢听的，它出现了这8个字，最后啊，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哇，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哇，24岁去读神学，年轻力壮。以后在阿罗斯大浸信会牧养了30年。2012年我退休，但是退而不休，而这一年是2023年了。感谢主，日飞快啊！24岁，现在74岁了，50年了，很快啊！转眼成空。在这之前，阿罗斯大浸信会之前，我在太平浸信会牧养5年。那么有一年呢，在我对面的一个 mini market 的老板，他不但开 mini market， 他又开咖啡店。他的儿子亲自告诉我啊，我爸爸离开世界的时候手里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他抓不到一分钱，但是活的时候一直抓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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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死的时候好像圣经所讲的啊，就是成空了啊，转眼成空，很快啊。你今年贵庚？我们不要等到75岁才去打算啊，因为圣经说人平均是70岁，要是强壮可到80，一兆真校长是列入强壮的那一个里面啊。但最后我们会遇到这3样啊，老病死，我们一定会遇到的。老，你知道我24岁奉献读神学年轻的时候，哇，那个头毛就哇打你棒那大了，当这边贵贵了啊，你顶着头毛啊，这就是老的现象啊，啊，不能不来承认，转眼成空，如飞
而去。回想你少年的时候，回想你读中学的时候，回想你刚刚结婚的时候，现在你有几个孙啊？有的人哇，又有嘎拿孙了，快不快啊？很快，很快。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条道路是有终点的，好像我们上这个人生的巴士，下一站你要不要下车？下一站你不，时间到你非下车不可。哎，你不能说我要吃到一百，一百桶去啊，会无袂？你吃过一百回哦？袂牙齿啊？没有一个肯定。所以人生有限啊，啊，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生不长百，常怀千日忧啊。人生不长百，但是常怀千年忧。哇，每过一百岁，特别这个啊，爱笑的时候，爱烦恼的时候，有一千年在等哦。圣经叫我们依靠主，我读一段圣经，请大家一同来听，就是我们刚才主席所念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25-26节，耶稣对他说：“父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26节，凡活作信我的人，凡活作信我的人，现在坐在前面的都是活作的人，活作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三天以后他复活了，证明他胜过死亡，胜过幽监，胜过坟墓。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我信主50年，上帝叫我出来传福音，到今天还传不完，传到松来八路去了，心感于衷。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很宝贵，信我的人是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今天很多人怕一个字，什么死？死这个华文字怎么写？一个歹字，哪座刀啊，看你害不怕，一个歹徒的歹啊，哪座一把刀。所以有的人因为怕死，所以不谈，所以不看啊。新年的时候呢，啊，有人出兵什么，一鬼也老是逃招嘛。有人问我今晚的这个丧礼要不要参加，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应该参加啊。哎，那伟人没来哦，伊人加板凳啊，板凳咩？无啊，咩板凳啊？是。ICU， 你做护士的每天都会遇到啊，啊，那你做棺材店的老板又更天天都有这一单生意啊，所以基督徒没有担当的，不担当啊。弟兄姐妹，再看一段经文，上帝给我们一个把握，永远不死是什么意思？启示录21章，我读给大家听，请你留意哈。21章，这是约翰，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最忠诚的，就是
约翰，他活的最长命90多岁，耶稣的门徒90多岁的只有他约翰，他留下了启示录。虽然他被罗马兵关在巴摩海岛，但是他仍然为主留下真理，要给后世的人知道，信复活的主是永远不死的。这里怎么说？约翰在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你看，新天新地，他把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天堂美地，称为新天新地啊。因为我们所住的以前的地球已经过去了，他说海也不海也没有了，证明在天上没有海洋，所以那边没有海啸的，你不必怕啊，因为圣经有记名啊，看到没有？好，最重要的下面第四节，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因为以前你在地球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好，在那边没有死亡，所以那边没有坟墓，在那边也没有人开棺材店，天堂没有棺材店的，看到没有？还有我们看到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疾病。我们要离开这个肉体，因为肉体老病死啊，所以后面会来的，最好不要来了啊！但是老那里不会来，我给啥叫你让你也不老呢？你也个啥叫没机会啊？市场年龄啊，市场年纪就背回了咯。就讲会教咯，有自己会拄着哦，我应是讲回头啦，路明听。sorry， 所以圣经讲得很明，在那边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犯罪，所以没有警察局，也没有法庭，并老爷去无工作，老爷也无工作。没有人犯罪吗？没有罪。那我们为什么知道没有罪呢？因为耶稣已经洗去我们一切的罪了，能够进新天新地天堂的人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人，除非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带着罪。我们有时候心思意念不好，圣经讲的罪不是叫你去偷抢或者放火，都不是，你贪心，你妒忌，你骄傲，都是罪。但是当一个人信耶稣，主耶稣的宝血将他一生的罪都洗净了，并且圣经对我们说，你离开之后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受洗礼之后不要再犯罪，除非你才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安息礼拜当中，我们要跟余兆真校长说拜拜，在天上见面。但是你有把握吗？盼望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很多啊，希望会更多。
以校长的脚步，信仰成为信念，信念成为优质的信念，活作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余兆真校长留下美好的见证和脚踪，叫我们要来跟随。主啊，求主赐福他的同学们，他的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不只是送花圈而已，能够想念到他的信仰和优质的信念。主啊，感谢你，余校长在一生当中留下了优质的见证和生活，给我们来学习，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愿主继续带领，赐给余校长以前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往后的日子和生命，我们的生命更活泼。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复活主的这种新的生命，日日会更新。愿主祝福，愿主带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引用保罗的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他盼望能够有一天早日去天堂美地，他说那边是好的无比，好的无比。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地上受苦或者是有忧虑，暂时的不了，盼望你透过祷告能够一步一步胜过，好叫你往后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愿主大大祝福你，阿们。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首那个奇异恩典。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啊，奇异恩典啊。请留意四节最后一节是回天家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首诗歌奇异恩典第一首，Thank you.
第十六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可以认识主耶稣，可以信靠耶稣。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姐夫。我站在他的面前，我作为孩子的，我认为他那段时间他帮我的照顾我的父亲多过我作为一个孩子。他是我姐姐最大的 support， 他很多时候牺牲自己的工作，就是为了我父亲。带他来啦，看医生啦，甚至去上课去了解这个失智症是怎样的带领。
如果没有他，我觉得我父亲最后这几年我会过得这么舒服啊。所以我这里要代表我们的弟兄谢谢他。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好像我的英雄一样，大家知道他是老师，当然老师就会很多东西，他的华语好不用讲了，他马来文他自己学去考马来文，那时候不是 SBM 是 MCE， 他考那个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是没有马来文的，去考 BUS， 这个不用讲了，学校的东西他就不用讲。他还有他很好学，他去学日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一个日本人的 engineer， 他怎样认识我也不清楚，来家里他教那个日本人马来文，日本人就教他日文，他就学 little 他不明白，就学了很多的日文，家里有日文的字典什么，他为什么要去学日文我也不明白，他应该是不喜欢日本人的吧，因为日本人先打中国了，我不知道，他说是他学，他会找 V， 他会看找 V 文的报纸，他为什么去学找 V 文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是学了，他写的一首好字，后来他又学水墨画，又去学插花，有什么东西他又自学钢琴，他想说他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有个钢琴放在那一边，叮叮咚咚是学起来的。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去学体操。他讲我运动没有料，他讲他中学的时候不好料 ，OK 了。所以我承认，他一生中，他作为一个老师，他不只是教，他本身就是很好学。凡是他有兴趣的东西他都会去花心思去学，一些东西我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他也我也不了解的原因就是去学这些，一些小小的东西家里坏了就修理，好像这个文邦达啦，就是贴家他也自己想办法粘上去啊，家里小小的电器的话他就会自己处理，他会理发，小的时候是他的话他会帮我们剪头发，在我的心中没有一样东西他是不会的，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爸爸。那么当然大家认识他，后来他做了老师做了校长，很多的学生他也在社团里面担任了很多的职位，他有很好的领导能力，而且他分析能力很强，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好好的分析给你了解那个事情的原因。所以我读书了长大了有什么问题，我遇见一些的问题虽然是他的范围以外的，他都可以分析告诉我什么事情要怎样去看这件事情，对我帮助很大。可是我不明白一样东西，他偏偏我父亲是用嘴巴，当然每一个人是用嘴巴吃饭，可是我父亲是用嘴巴赚吃的啦，很简就是用嘴巴，他做老师就是教书，给他教书了。那么很多人能够敬佩我父亲，就是因为要听他他的理解还是这些东西理解啦，他会分析给你听，他会劝你，小孩子不听话他可以怎样的去跟那个小孩子讲到那个小孩子明白听话，这是他的功夫。他我相信很多人认识他都会赞同这一点，我也非常敬佩我的父亲有这一点。可是偏偏他得了这个四肢症的时候，他第一样失去的能力就是讲话，他不能很明
很方便的表达他要想的东西出来。他讲到一句话，他忘记那一个字出来，讲不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里面，他说他要巾，我跟我母亲在一起说巾啊，你要毛巾是吗？不是，我们想遍全部有巾的这个字的东西，我们都给他，不是，给他，你叫他写，你要什么？我写不出来。我父亲的华文很好的，可是当时他写不出来他要写的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东西。他去买报纸，我妈妈说他不会看，他拿报纸来看，其实那个报纸过期了的，他还是看。我们知道他看不懂，他不会看的。一个老师不会，一个中文老师不能看中文报，我很难想象。他出去外面，我相信外面的朋友很多人都会知道，他很好客的，他很喜欢朋友的。可是有人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问他：“老姨，你知道我是谁吗？”其实他笑笑笑笑笑，老师他不知道，他忘记了这些朋友。他很喜欢有朋友，他出去外面就是一大堆找一大堆的朋友，可是他忘记了某某人是他的朋友，他也叫不出他的名字，他忘记了。他其实是很痛苦的。有一次我带他出去吃饭，就走这边，走上前面那边那溜灯回来，走这边，他跟我讲：“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病？我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他很无奈，还是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病？他开始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他会这个病，他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兄弟姐妹都尽量的解释，你得了这个症，你的啊什么？我还啊有些老人啊中 cancer 啊，你没有 cancer 啊，有些人不能走路啊，你看谁不能走路，你还能走路啊，你很好啊，你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吃东西。某某人不能治疗啊。”我们 try to 安慰他，我们讲有时候就开玩笑，你以前讲话讲太多了啊，你的国大用完了啊，所以现在你就上帝给你安静下来咯，给你休息了咯，不要讲了咯。这样开玩笑跟他讲过了，我认为啦，没有帮到他了。他其实他最后的时候他失去了他，我们认为一种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讲话。今天我还可以这边跟你们分享，我不知道以后我老的时候，我不能讲话的时候，我会多痛苦哦。我认为是痛苦了，可是我可能我还不了解我父亲当时的心情。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有东西我们看似简单，看似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不一定是你的，也不一定永远是你的。我们看很简单的东西，我记得我父亲这几天的时候出年二九啊，就姐姐就请了医生来看他，因为他已经太弱，他不能载他去看医生来。医生就交代他说啊，你要我们要喂他多一点啊，喝水，因为他不吃，他不能吃 solid， 那么就回来家里出年三十晚。就尽量喂他，初一尽量喂他，一天吃半杯奶，一杯到半杯比较好一点，初二比较好一点，就是喂。一有时间就看他比较清醒的时候就喂他，因为不喂你讲。后来就初二没有办法，叫医生了，我姐夫就打了很多电话，就是后来就请到一个马来医生来，他
他就跟我们简介，那么他就说啊，是这样的，是执政的到后期是这样的，他用了一句话 Luba L-U-B-A 马来话忘记，他讲到这个时候他已经 Luba 的烂，你的嘴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忘记你吞东西，他 Luba 如何打开眼睛。哎，我那个时候是好像有东西叫哎，我们这样简单东西水进去就吞下去了的，我们因为爸爸的时候要打进去，爸爸吞10ml 这水这样少我两个来这样过来 10ml 1ml sorry 一汤匙都不到，打进去叫他吞爸爸吞因为吞了才能喂第二口嘛，才很勉强的吞下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医生讲是执政是这样的，连吞他都忘记了，连张开眼睛他都忘记，还用Luba这个字忘记，我们认为吞下的对吧就吗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倒进去就倒进去了吗，没有，很简单的东西嘛，所以我们给我感觉到今天我们有的，尤其是我们传统的还有在乎很多东西，不是你的，一句不是你的，包括你讲话的能力，包括你吃东西的能力，包括你欣赏的眼睛看见东西的，不是你的，就借来用来，有一天还回去了，好像我父亲这样，老师，我们每次想啊，忘记了还给老师，不过老师忘记了还给谁呀、啊？我不知道，我爸爸忘记了他的华文，他华文的那个五、哦，那个功力啊，还给谁了？我不知道，啊，就是这样。所以珍惜了，就是不过还好，我父亲没有挣扎的太久，我了解，我当然很不舍得，他这样快的离去，可是我又想，如果他从患了失智症，怕他真离开的时间，一定要经过这一段尾。后期的时间，如果这个后期的时间可能两三个月吧，我真的我相信是好的，免得他拖越久对他来讲是更辛苦，在失去一切能力的环境下生存，我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谢谢我父亲，虽然有一些遗憾，很多有一些东西还是做不到，不过我接受了，我就学习，接受我父亲的离去，虽然是说心里面还有一些的不甘愿啊，可是我还是要接受的，我还是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他安排这段时间，我的女儿可以回来参加他祖父的丧礼，虽然说可惜我的儿子不能回来。我接受了，我接受一切的发生，不管，好还是坏，因为我还是认为，好坏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只是我存着感恩的心就接受一切，我也接受我当年的 hero， 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会失去他一切的超能力啊。所以是变成一个普通的爸爸，自己接受。所以在我心目中，我的爸爸还是 hero， 还是很值得的。谢谢大哥。就讲一点爸爸的点滴，第三个孩子要分享一点关于爸爸的，我们所认识的宇宙生作为孩子，当然真的开始之前当然谢谢各位来宾亲友，这边特别要
真的谢谢我的姐姐姐夫，在我爸爸这个失智症后期啊，真一年多的时间就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爸爸的这个失智症变得更加严重，我的母亲一个人的大年纪也很难照顾我父亲之后，姐姐就决定把我父亲接到拉旺去，也他跟我姐夫一起照顾他。现在我住在苏邦，苏邦站也比较有多一点机会能够见到去拉旺见到我父亲。这边真的要感谢他们，因为讲到我父亲，真的像我哥哥讲，我父亲在我的心中真的是不是什么都会，他真的很好学，然后虽然我差我哥哥五岁啊，以前有岁，我小的时候啊，到印象中的时候，我爸爸都已经很忙了。当初他成为教师，妈妈后来就成为校长，据说是就我出生那一年1972年，他就正式成为校长，就派到很远的地方啊，就博格斯纳丁站。很远的地方，很早还没有天亮就要出门了，然后那时候他也参与很多教师会、教师工会，后来参加很多的社团服务，各方面都很忙，所以在我印象中，我小学开始父亲就比较少在家，但他有在家的时候，尤其假期，都陪我们时间，很美好的时间，是不是？很有时间，就是关于你看的，就是很有数字的时间，他都陪我们。我觉得在那虽然小学的时候，我父亲都假期他就带我们去旅行，常常去旅行啊，比如说最常去应该是那个牛乳山，自来峰我爸喜欢上山就然后比较远金马仑我记得印象中去过好多次金马仑然后一路上就。去也是，但那时候还没有 highway 就开车很，总之很久了，好像一整天了，开那种车，喜欢停在他喜欢停在怡保、金保，他当年念中学的那怡保和金保地方都，然后带我们当金马仑、云顶高原吉隆坡也有这样然后我父亲也很喜欢讲故事嘛，你们应该认识我父亲，他都喜欢讲话。当然去就算去那里就，那小孩都只能在车，我父亲就是可以一边驾车就跟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些吹水就像是就所以一些个人的经验、他的经历一些做人的道理，很多的故事所以虽然不是常能够平时常能够见到我父亲，就是说有上课的时候，但是他真的留给我们很多的经历，给我们开很多的视野。那我父亲很喜欢看书，我看到最整个家都很多的书，也那我虽然没多少本，我只有看大概翻过。
都很多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所以也变成我的视野。可能说我们在童年的时候，我觉得比我同龄的孩子的视野还要更阔，更然后我父母都好，我相信我们成长的时候都给我们，虽然他们都是老师啊，大家会以为他们会很严，对我们很严很怎样，但我觉得都很自由，我父母亲父亲都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给我们很大的讲我们能够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学习努力。应该都没有父亲怎样的去说要坐在我旁边叫我读书，而是其他的姐姐弟兄啊弟弟啊哥哥弟弟都，但是他就会一些时候指点我们，他给我们看教文念。他通常就是叫我们念段课文，他就知道我们的程度到那里了。念课文就是这样子念，然后就指点你要读怎么，有时候叫我们写字，我记得他讲过，他也没讲讲，他我爸爸很喜欢书法，但我还记得他教我写过这个英文的这个缩写 script。想把那个英文的 handwriting script writing 要把它写得美。我爸爸也喜欢画图画，他就很小就给我哥哥跟我哥哥去报名这个图画班，让我们学画图画。我相信因为这样，我哥哥也对美术兴趣，就来成为这个 architect 建筑师。我就没有了，就来，有一次听到，我的这个，跟一个朋友讲到，或者你女孩子现在还有画图画嘛，现在她比较少画了，不过她画很多，她现在画细菌的细胞，就我就大学的时候念这个生物医学系，喜欢科学。应该我在想，也是我父亲总的影响，给我们这个。我记得在我应该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比较有印象。考试应该是一年级吧，考试科学考试，他们说考试有一题做错了，那个是关于高低啊。我才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啊，就分辨高低，高低，就那个课题课，爸爸看到就以前都爸爸都喜欢叫我们到他房间的，在他的床上看那个考卷，我还记得这样子，然后他就这个为什么你，他没有说为什么你做错，他问你他应该那个题目是这样子问，是乙子。低过坐，乙子低过坐子是对的，对的，乙子低过坐子是对的，然后我打叉，不对，然后那个答案是错的，老师打个叉，爸爸没有问你为什么不会，但是爸爸就问你为什么会打叉，什么原因？的确啊，椅子会低过桌子啊，是高过桌子啊。那个时候是应该是老师有讲过啊，椅子的座位是低过，肯定低过桌子的，低过桌子的，因为高过桌子就不能坐，不能椅子要座位是要低过桌子的啊，低过桌子你才能坐，才能用那个桌子。但是我讲那个题目是。椅子低过坐子啊，但是我看他不是讲椅子的座位啊，我看班上全部的椅子
都是高过桌子，包括那个椅背嘛，那椅背更高过。我看了、啊，肯定不一定高过桌子，但是板上全部，我看全部的桌子、椅子都是高过，椅子的椅背都是高过桌子的。我讲，对，椅子是高过桌子的，不是低过桌子。我跟他讲，你答对，啊，你答对了，科学就是要观察和归纳。观察和归纳，虽然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应该我爸是讲归纳，我那时候叫归纳，啊，那个后来上了大学的时候才明，啊，有一科叫做科学、哲学与历史，啊，我们杜理科、我杜生物医学有一科，啊，就是哲学，那时候讲的最基本的科学就是要观察和归纳，所以。我父亲就是这样子，会循循善诱，他也不会直接批评，不接论断，就是给我们自己寻找我们，我们的潜能，也，我父亲还让我觉得，就是他年轻当教师的时候也很。推广这个同居活动，啊，同居活动，我父亲那个，他的旧照片很多这些，同居，以前我，也影响到我中学的时候，小学开始我参加又同居，就中学又参加同居，也很活跃于同居，一直甚至到我中学 Form Five 要考 SBM 嘛 ，Form Five 那年是要考 SBM。就因为同军就考那个那些徽章啊，考到最后就要考这个皇家同军嘛 ，King's Cup， 但是那时候已经 form five 了。然后我的班那时候理科 five A one 啊，理科一班，也有几个同军的同学啊，都决定不要去考啊，因为影响 SBM 啊，要专注在考试啊。但是我就也很想考，但是又不知道要怎样，就问我爸爸，我讲说我很想考这个，但是会用到时间多，一些时间去假期的时间啊，那同学都会温习功课，很讲书啦，白玩的同学都很讲书，要一定要拼功课，就问我爸爸，我爸爸就说，你。对你的功课有没有信心能够不用考得很好，但你要尽你的能力就好，你喜欢要考同军也好，他也讲他一些以前同军的一些经历，他也鼓励，那所以就虽然在要考 SBM 啊，我也去参加这个考试啊，同居露营啊，五天四夜的这个 expedition 啊，各样的要做很多记录啊，各样要花其实很多的时间。当然啊，我把这个鼓励，把的这个感谢主，我也考到啊。然后，到这个去，去打苏丹皇宫那边颁奖，我可以看出我爸爸也是很高兴，颁这个同军的皇家同军，也说最高的奖这个徽章。当然那年我的这个 SPM 也不会考得太差，还可以。也升了中六，后来也能够进到大学，考到我的第一志愿，这个国民大学的 UKM 第一志愿，这个生物医学系，Biomedical Science 就是念这个检验呐、生物和医学的东西，检验验身体的各方面疾病。虽然不是医生，但是主要是在实验室里面工作的这个研究员这样子。
在那时候我中学大学我父亲都还没有信主，妈没有信主，我昨天我直接有想到跟我直接是可以我们家里面我直接向我婆婆向我爸爸传福音，然后请他们信主，我直接传福音，但他都一直还没信主。但我中学但大学里面我就比较热心的去要去管劝啊各方面，父亲当然也不会反对啊，当然短宣也要一些钱，他也会出些钱过去，但也有筹跟亲友啊，教会的亲友也筹一些钱啊，去国外的短宣啊，印尼去柬埔寨，应该是他最后我大学毕业过后，也不知道怎样就我父亲就决志信主受洗，应该也是他觉悟到虽然很多东西都可以学都可以靠自己，他也应该退休过后也经历这一生明白到人也是有限，不能完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追求我们不论是今生还是来生。这边虽然我也是念理科，但是很多东西我们也不能完全理解，我觉得而且虽然这个圣经我自己的体悟是圣经其实也很符合科学，我是说更确定的说科学其实能够符合圣经。我父亲信主过后也大概也分享一些他一些的点一些的心得，但我简单说可以说他我们大厅这边大厅我本来有雕一个这个鲤鱼图九鲤，这个是七九鲤图应该是九只的鲤鱼以前现在就改了一个水墨画字画，水墨画以前也是水墨画九鲤图，就改了放了一个一节经文就是经文和一个这个鸟一个图水墨画图叫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始终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这一切，我爸爸应该也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他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不论是人生，不论是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人事物都好，虽然有不顺意的时候，当然我哥哥也是提到不论怎样情况，上帝都是在他最美好那他的时间成为美好，然后他是把永生放在每一个人心中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我们观察我们归纳可以看到是上帝的美好。分享就这样子，谢谢。这里有一项报告，明天晚上我们同样有这个追思礼拜，所以邀请亲戚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出席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上帝擦干一切伤心的人的眼泪，愿上帝你使我们的心中得到满足，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享受你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所求的，阿们。
谢谢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出席这个追思礼拜。那现在我们有一个瞻仰仪容的一个的时间，所以同样邀请家属到这边来，然后亲戚朋友你们。